看着，记着记着，不是问问题，问问题，啊，问问题。这位先生，请问一下，我们来访问一下这位车友。哎，这位车友，请问你今天对这件事件有什么感想？我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，我真的太快了，真的。全天下男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太快了。站起来鞠躬道歉。我站起来鞠躬道歉。对不起，全国妇女同胞，对不起全国的车友，对不起全国的母亲。随便这些都不知道了，一个一个鞠躬啊！我们被你拍一个，以后不敢穿车的。哎，你这样拍到我衣服，大家知道是谁吗？我们会马赛克啊！真的，马赛克好。我以后不会再穿这件衣服。那你到底是搞哪一个车队的啊？这个是那个，你是搞哪一个车队？绿岛车队的。绿岛的。绿岛的车队。这个车队。哎，这个都是同伙，嘿，啊，都是同伙，以后出去一定要小心，嘿，对，你以为这样子就那个吗？好啦，同伙啦，好，不干我的事啦。